林姐也是刘琦查某孙的代志，敢唔感觉足奇怪啊？是有淡薄仔奇怪啊，因为之前我一直当作阮姐是阮爸妈亲生的，结果想袂到伊甲我同款拢上捡来。啊，你哪会确定伊嘛是捡来？阮妈拢向我解释啊，因为伊为着要顾虑阮姐的自尊心，所以才一直无讲。啊，不过老实讲，我拄知影的时阵，我的心内有淡薄无爽快。为虾米啊？因为阮姐若是亲生的，啊，阮妈偏心，我无话讲。啊，不过伊甲我同款，拢是互收养的。阮妈却干那想阮姐啊。自细汉到大汉，啥物好处拢是互伊，我干那会当捡伊歹滴的物件。而且伊还佫有足侪秘密是我拢唔知影的，我的心内难免感觉无公平。是啊，啊，拢是互收养的，哪有可能一个遐尔疼惜，啊，一个帮你唔管啊？阮妈是讲。伊甲阮爸一人疼惜一个，安尼拄仔好。刘琦是大地主呢，啊，假使顺利认亲，啊，恁家就变好野人，你知无？嗯。啊，阮家一直希望会当过好日子，伊若是真正会当变好野，我嘛会祝福伊啊。我就是感觉这点足奇怪的啊！啊，恁家遐尔爱钱，做人阁无老实。啊！刘琦这大地主在找查某孙，啊！恁姐就平衡变做伊的查某孙，哪有可能啊？这么拄好的代志，这个世间就是有这么拄好的代志，啊！这个人讲天公伯的安排，常常让人料想袂到啊！啊！你即马意思就是讲，祝福恁姐顺利认亲，安尼就对啦。当然，我希望以后会当好好孝顺刘琦啊，让刘琦会当享受天伦之乐。你真正是有够戆的，你！黑大宝贝，黑大宝贝，来来来，爸，啊你冤枉我，你冤枉我！爸，恁大家哪会拢撞来啦？我甲你扛到一个台面，扛得出意外，我就去拼过来啊！啊，你敢有倒位受伤啊？无啦，我无代志啦，免烦恼啦。今日真无代志，好，老看老看啊！啊，不过小姐姐有小可动着胎气啦。林慧君，啊，你唔是陪在小姐身躯边，你该好好照顾伊，哪会互伊动着胎气啦？实在啊。小姐来，坐。蔡大夫，你嘛无需要安尼，是我家己无细腻，甲慧君无关系啦。王帅儿子，啊，你是袂当安尼好好讲话哦。啊，准讲慧君是你的秘书，啊，无伊的代志，你安尼干嘛要创啥啦？啊，无你当作那是伊顶事，还是了不起？是啦，我唔是调岗的，我只是淡薄着急啦。阿伯，我无代志啦，头家无歹意啊。一直如果要跟小叶姐，我拢了解啦。大话为着小叶受伤的代志嘛，慧君，我看慧君的态度敢那关系关系的，敢讲这不是头一届，还是大话佫对小叶有什么其他的感情？看他做菜，赏心悦目。在家就能享受充满仪式感的美味。我觉得香草在生春卷里面算蛮重要的，它提供那个精油香气。金钟奖最佳主持人索艾克在民视频道与您分享美味人生，特别为大家设计的在家里好制作，让你的牛肚做出来超级浓厚，东京名店等级耶。周一至周五晚上6:30，美食加减乘除。